接上线，你看那两个头没反正的，接上线开机啊。开机，它会亮，亮了启动。继续。开机。得中间和他说啊，水没上来的时候再开着，他会一直检测。自检充电什么的完成了之后就可以了。现在是检，这是在做伸手。时间吗？充电。是不是听见声音了吗？好了。可以用了，选择怎么可以用？现在就行了。对呀，现在就可以调电流、电池。行，随便给它弄个东西给它试一下。现在这边。关机呢？关机就先关它，把它关了。